自卷化于1958年吉延山先生耳顺之年，是他唯一一幅以香港地貌为题材的作品。书画家陈芷丁为延山先生1951年的画展作编年，其中一段概括了延山先生于当时已发展出来的造诣和画风。横其所艺之高，以真道大莫名之境，不可以一家一格居易。这幅图卷可以说是融汇了唐宋以来诸多名家的笔法，但无半点组织不和谐之处。延山先生少有的称此卷为其衬意之作。